这个十一岁的女孩决定要自杀。六月十六日是她给自己定的死亡日期，这天是她的十二岁生日。为了让自己的计划顺利实现，她想过跳楼自杀，但这种方式太凄惨，可能会摔得血肉模糊，这样不符合她的气质，况且太疼了。如果死亡会带来痛苦，那还不如不死。于是，洛马决定吃安眠药自杀。从今天起，每个星期从妈妈的药瓶里偷一颗，到十二岁生日这天，正好偷满三十八颗。 因为他的体重是二十八公斤，经过精密计算，他必须吃下三十八颗安眠药才能够成功死亡。但自己的死不能毫无意义，他要在死之前做一点什么。洛马决定用自己剩余的时间去拍一部电影。他想要让世人知道，贫瘠无趣的生活表象下藏着多少痛苦和不堪。洛马拍摄的第一个人是妈妈。 妈妈是个家庭主妇，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每天不是暗自哭泣，就是对着盆栽说话。因此，妈妈一直在服用舒缓神经的药物。爸爸是名政府机关人员，他撑起了整个家，一家四口因为他过上了富足的生活。但他工作太忙了，很少回家。洛马上次见他还是一个月之前。姐姐是个精打细算的女人，生命对他来说是场永远的战斗，必须击垮对手，赢得胜利。他想变得比父亲还要出色。 这天家里举行聚会，桌上的人在侃侃而谈，洛马则藏在桌子底下，举着摄像机拍摄。爸爸看到之后，立刻大声地喝止他。 听到桌上有人胡编乱造，他本能的进行纠正，结果被爸爸赶回了房间。他没有愤怒和反抗，只是越发不理解大人的装腔作势。他身边都是一群无聊的有钱人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落马长大之后会嫁给富豪之子，把孩子拉扯长大之后以离婚收场，最终成为酗酒的亿万富婆，草草度过一生。正是因为命中注定，所以才想去死。 他早就知道，人如同活在鱼缸里，用一生的力气在油缸里撞来撞去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从一开始就不跳进鱼缸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唯一让他感兴趣的是守门人勒尼。女孩正在学习死亡知识。一具尸体从她面前抬过，这个人是在回家路上猝死的。看着死去的邻居，洛马了解到，死亡是乍然而止的。从这一天起，再也看不到深爱的人。如果只是这样，那死亡真是个悲剧啊！洛马拍摄的第四个人是勒尼夫人。 洛马觉得他与众不同，但在外人眼里，乐尼就是一个臃肿冷漠的寡妇，话不多，每天按时工作，打扫清洁，像一只难以接近的刺猬。这天，洛马第一次走进乐尼的房门，小小的房间温暖而安详，工作之余读书、喝茶、看电影，好不惬意。洛马对乐尼说：“他将来要当一个守门人。”小金先生是新搬来的住户，这个睿智的东方男人，他的到来打破了乐尼原本平静的生活。 而短短的几句对话，使得两人快速拉近了距离，而洛马也很快接触到了小金先生。一次电梯卡顿，让被困的两人有了交谈的机会。洛马说自己要去上课，但是忘记带书包了。小金先生听到之后，并没有像那些装模作样的大人们一样去斥责他，而是很温柔的转移话题，教他学习日语发音。当洛马说完之后，小金先生会真诚的夸赞他。 洛马逐渐感到，这个人和这栋楼里的其他有钱人都不一样。小金先生提起了乐尼，说她是个脾气不好的女人。表面看来，她对任何人都很刻薄，但内心深处感情细腻。洛马说，他也这样认为。其实每个人都像一只刺猬，把自己全副武装，只是为了保护那颗脆弱的心。只不过，大多数人忘记了武装自我的同时，应该保持优雅。洛马有预感，乐尼和小金先生中间一定会发生些什么。女孩决定自我了断。 日期逐渐接近六月十六日，用来自杀的药片也已经积累够了，但洛马却对死亡有了全新的理解。他突然舍不得死了，这个改变是勒尼给的。 他们曾一起品尝巧克力的香甜，两人之间没有什么交流，却是落马最惬意的时光。勒尼也变成了落马镜头里出现最多的人。他经常举着相机记录勒尼和小金先生的日常。这天，小金先生约勒尼吃饭，可他却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赴约。朋友为他在洗衣房借了一件逝者生前的衣服，还为他安排了发型师。在完成蜕变的那一刹那，勒尼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自己。 很快到了约会时间，乐尼鼓足勇气敲门。小金先生很精致，还会自己做饭。房间装修风格低调奢华，连马桶都充满了艺术气息。这些让乐尼逐渐的放松了下来。他们一起看了一部老电影，并且再次相约前往餐厅为小金先生庆生。两人感情日渐升温，一些变化也在悄然发生。哪个女人不想变得温柔？只是还没遇到那个让自己卸下防备的人罢了。 洛马紧紧抱住他，仿佛在抱着另一个自己。两个相似的灵魂相遇，即使隔着年龄差，也能成为知心好友。太阳再次照耀大地，勒尼开始歇一天的工作。街上，一个专注跳舞的男人突然被轿车撞倒。男人的死让洛马放弃了自杀的念头。他终于明白到，自己没有受过真正的苦，也不曾感受过他人的爱。对于洛马来说，重要的不是死亡，而是死亡的那一刻在干什么。而他那时候刚准备好去爱。 自杀只需要一刹那的勇气，而活着却需要一辈子。